诸位同修大家好，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五正极115。君子能为可贵，不能使人必贵极。能为可信，不能使人必信极。能为可用，不能使人必用极。故君子耻不修，不耻见污；耻不信，不耻不见信；耻不能，不耻不见诱。是以不诱于欲，不恐于悔。率道而行，端然正极，不为物清澈，夫视之谓成君子。这条出自于卷38孙清子。这条啊是说，君子能做到值得人尊重，但不能让别人必定尊重自己；能够做到值得人信任，但不能让别人必定信任自己；能够做到值得任用，但不能让别人必定任用自己。所以君子以不修养品德为耻，不以被侮辱为耻；以不守信用为耻，不以不被信任为耻；以没有才能为耻，不以不被任用为耻。因此不被虚有美誉所引诱，不会被这个虚妄的这种赞叹这个称誉所引诱，不被毁谤而恐惧，遵循正道而行，端正自身，不被外物所动摇，这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君子。好，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，祝大家福慧增长，华喜充满，阿弥陀佛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，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。